仅是纪念李金星女士的吊针的一个曾经画啊，我们这里面呢也来了一些人，我们唯一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想过去旁听一下啊，旁听一下，因为这个女子协会这位司法行行行机关这个给公民普法本来就是他们法定职责啊，但是今天有这样好的一个普法的一个机会，他们就动用这个警察，他这个警察除了这里面以外，那一边还有两队这个普通警察，是吧？我就不知道你是为何制服，你的身体啊，我拿去。